起来关心天气。透过云图可以看到，台湾上空呢，这云量减少了，受到高压出海的影响，转东风呢，这各地的水汽减少了。而明天连假第三天是相当适合出游的好天气。我们带您看到雨区预报图，各地都是多云到晴。除了东半部的地区呢，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，而午后呢，这西半部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。而在温度方面，我们来看到明天会是相当温暖的天气，在北部、东部呢，这低温18度，中部、南部则是都有20度以上，而高温呢，各地都有26度以上。在南部地区啊，感觉上会是偏热的，会有30度的温度。类似的天气可以维持到周三，4月5号。到了4月6号，天气会明显的转变，雨量偏多，温度也会往下滑。但这个清明连假，如果你想要出游，接下来假期都会是好天气了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